你好，桑，有口说，欢迎你领悟的完成。今天释出有点突然，我刚好在联动的时候接收到了消息，官方将要在7月6号的时候进行版本的更新。那到底是哪一些卡片被砍的，想必大家最近有关注指定的就应该会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还是跟大家所期望的砍法跟砍的卡片有些出入的。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次砍卡的情报咯。首先第一张被砍的卡是这一张双级的生命之烈焰琉璃，由原本的7费改为成了8费，而且体质由原本的77改为成了66。这个改法很明显就是用来针对共鸣仇的，顺便稍微砍了一点点的进化死灵。为什么说是针对共鸣仇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共鸣仇还蛮猖獗的，主要就是依靠卡西姆跟罗夏的双人组一直疯狂的共鸣，然后去开刷前期的时候一直刮那伤害，然后再搭配到伊昂在大概五六费的时候去补齐最后的伤害，只要在清费之前把对面的血成功压到9点，那你就可以在下一回合直接用双子过盾蛮横不讲理直接进化带走，所以这一张琉璃被砍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大家会想的是，诶，奇怪，明明上个版本琉璃就没有事啊，那时候进化时也是很凶残啊，那为什么还是砍了琉璃呢？我就算是一种拿旧牌试刀的感觉吧，就是官方不愿去砍卡西姆以及罗夏，甚至是他觉得就是卡西姆跟罗夏没有太大问题，那就直接很简单的砍双 T1 牌组中的关键斩杀烈焰琉璃。这个改动对于进化时来讲的话，就是稍微少了那一攻，可是整体来讲还是依靠召唤的方式，所以其实没有到太大的影响，反倒是共鸣仇这边的话就影响甚大了。那我自己是玩不太起来共鸣仇，所以我觉得共鸣仇可以在此宣告，就是会真正意义上的掉到了 T2 跟 T3 之间，就如我当初在做牌组分享的时候我预估这一套牌组的强度一样。我是直接时空旅人穿越的概念吗？我直接预知了它未来的强度。可是你要不放烈焰之琉璃有可能吗？也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将来玩共鸣仇啊，还是依然要拿烈焰琉璃来做到一个斩杀，不会像是现在这么样的蛮横不讲理。这一刀还是有点大刀的，因为你本身的烈焰琉璃啊，它的回避 PP 是没有增加，等于说你在8费的时候去融合，你只会回到6点 PP， 你剩下6点 PP 你冲得出第二次的烈焰琉璃吗？是冲不出来的，那你就必须要被拖到了10费才能够这样做 combo。十费，哇哦，十费才能冲两只，那不就影响超级大了？所以我个人会有一点小小的觉得，就是其实以两个双子同时间抓斩杀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是没有到很常见的，而且那也是八费的事了。如果你单纯就是给他加费加成八费，那他可以就是同样也把那个回 PP 提成了七费，这样至少啊九费的时候还可以冲出两只，才不会落于其他的牌组。我个人是这样想啦，但这一刀是稍微小大刀一点，但没有到完全的把头砍掉。那大家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吧。下一张牌，哇，我觉得算是众望所归吧。7月6号伺服器维修时现用一张卡片的公告。终于轮到你的解放。当时在限加速的时候啊，就有人说，那为什么解放就没有限？我上次给官方的解释就是啊，我都已经限了加速一张了吧，先限了一张再来看看情况，如果将来有问题的话再把它限第二张。然后确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不论是加速或者是解放各限一都有它各自不好打的对局，像是加速比较少的时候你就比较难以做到一个场面魔术秀，就很仰赖你那一张的加速要刚刚好进来。而现在啊，因为新卡当中多了一张狗狗加入之后，机械解放啊就直接被砍了，惨遭重刀。那我是觉得有点小微妙啊，其实如果官方真的想要改的话，他可以直接把狗狗的那个造物的属性给拔掉，不然的话就是再把狗狗的能力再稍微下调一点，就无法做到一个永久的前期开刷狗狗的这种操作。而这样限掉机械解放的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觉得造物仇又会再面临更大的险境。可是说实在的，我觉得机械解放本身这张牌也是有点过强啊。放在无限制的环境当中啊，你用一费的卡，你可以变出10点以上的 PP，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只动解放啊，我个人是没有到特别的认同，因为这样的话就变相让气牌吸血鬼跟超越更加的肆无忌惮。如果真的无限制要动的话，就是所有的 T1 都要一起砍，齐头式砍法，头有探出来的都给他一刀下去，让他变成平的。机械解放是早该限制的。官方忽视掉了无限制有更多更邪恶的牌组。那紧接着我们来听一下艾莎有什么样的想法吧。真的好可怜哦，
我们的机械的解放连话都不会说，没办法抗议，死了啦，都你就被狗狗拔去了他的地位啊，不是啊，就砍掉狗狗的创造物类型，让他不能降费算种类不好吗？一定要强制推销新玩具就是了。所以说我们加速跟解放都只能放一张了，复仇者是剩下什么鸟？看来造物潮真的不用玩了喵。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官方真的要再想一下无限制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要调整的东西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并不是就是一张牌给他砍下去之后就已经完全没有事了，你这样只是谁出头就砍谁，太没有效率了好不好。要就一次就是把所有的全部都给他砍下来，让整个无限制的多样性再更多一点。你看一下现在无限制还有龙族吗？其实好像没有多少。而现在有了这个超强造物之后，我也没有看到皇家。你看莫名其妙无限制都少了两个职业。所以无论是死灵、主教、超越、弃牌都一起下去吧。这才是我期望看到的画面。好，那接着的话还有就是我跟艾莎在改版第一天抽卡的片段，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欧的一次，所以在看之前请要有点心理准备要不要继续看下去。艾莎真的超级厉害，然后那天真的是欧运爆棚，怎么样代抽怎么样都跳出红卡，好夸张好夸张。那就先这样啦，有请最近有玩无限制的大佬可以在底下发表你的看法咯。如果你不想要看抽卡片段的话，也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再离开，以防就是你看到后面的片段之后就直接帮我点个不喜欢。来来来来来，艾莎出战者，你可以金卡略过没关系。好啊，我一个人就这版的快攻哦。对啊，如果要爬分应该是疯狂王图。哇，我抽到了三种乐乐耶，艾莎这王恶魔啊。一度絡めば抜け。出场恶魔的声音不是乐乐哎，对，他的声音不是乐乐哎，不是乐乐，超奇怪的。我误会他了，原来是合法乐乐，不是啊。FBI 这边有三个乐乐，你可以吗？只要加入小豆 bus 就可以带他们回家喽。没有没有做人坏事啊，是那些乐乐自己跑出来的。现在一堆狂乱系，我们又抽到了两位乐乐，这是什么大乐乐版本？ただいま、伊藤式箱には。不觉得很像吗？扉ではなく。而且还会绑双马尾，艾莎，你有看到吗？啊？めぐりましょう。这很可爱。好可爱啊！扉ではなく。啊！私として。然后这张超正，我喜欢他的侧脸。とは言わせません。命の花は千差万別。每个犯人都这样说。每个犯人都这样说。你说乐乐自己来找我吗？哦，对啊。哎，这个金卡有点多哎，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金卡直接排满。这是不是？有红卡。有点厉害。不好，不好。哎，这很强哎，我第一次看到他排那么多。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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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气师直接带走。真的吗？有，他黑很久，他黑很久，他黑。也太久了吧！哦，艾莎，你看是异化。我有看到有人用雷尼，哎，你抽好好哦，哎，你比我回来了。我回来什么意思？我前面是死掉了吗？你，我原谅你了。哦，你好扯，你的账号做坏了，为什么又抽到了？有吗？有拜特跟斑比一起出现。夜も闇も全部従いなさい。闇はね。哇，你抽的真好。这什么超级乐乐包？真的，他超多卡。哎、欸，为什么有三张？为什么三张？你的账号是不是怪怪的？连续三次十包都出三张。我有三张斑比的。耶！もっとピカピカ集めるゴム。我这边略过，应该不会出了，因为前面出太欧了。零红，谢谢。不行啦，要维持三红，真的假的？你这样的话也是五十包九红哎、欸，已经高，好坏、喔，已经远高于平均值了。没有啦，乖乖乖乖，没事没事。艾莎，你要不要猜一下第几张会有哥布林？没有，没有哥布林吗？没有哥布林，哎、欸，真的没有哥布林哎、欸。那这一包有吗？哥布林呢？有，有，没有哥布林。刚刚有哥布林，你眼动吗？
啊，真的吗？明明就有哥布林。哪边？没有。哇，是哥布林！哎，是哥布林。换我帮你抽了啦。好，来吧，艾扎。你每次都让我确诊呢。上次伊格尼斯多拉贡也是你抽的。什么东西？被扳手敲直接没得猜，好狠呢、啊！那刚刚你们在心里猜的那一张是什么？哎、欸，我们是双确诊一家吗？我还你了，确诊一家。杰哥你好，杰哥。如果再早两个礼拜的话会更好，但现在也还 OK。再一张的确诊了，哇！艾莎你抽到了奥雷利亚，哇！好棒哦！三个头像也太爽了吧！哎、欸，我没有这张哎、欸，好可惜。是老婆。哦，使命兽魂者，可爱。是不是要换头像呢，艾莎？可以，可爱。艾莎有一只更可爱的，还补补吗？比得会。再来一次。进化，好可爱！比得我那个一百的不，好棒哦！比得我那个一百的，他是厨余骑士团团长吗？我帮你抽的也很好，好不好？你看，我觉得有点强哎、欸。我给你吊人。Hello， 小瑞，哇哦，我们可以玩巴哈了，各位！130包有，哇，有奥骑士，有奥骑士。为什么你抽那么好啊？哇！猎狗，斑比！哇，老婆归位，艾莎，还你了，你给我两只，还你一只。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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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夜も闇も全部従いなさい。只好买一双。斑比的袜子给妹妹了。哎、欸，你买得到？我觉得买得到的。我觉得斑比穿这件之后，怎么感觉有点像女服装啊？你看后面变成露背、欸，然后有点女服装的感觉，然后还有后面有蝴蝶结的感觉，你太可爱了、啊。我觉得蛮有设计感的。对啊，她是不是变成哥特女服装啊？好看，我好希望会是她应该要给一个正面设计啊，我想要看一下。比如说出个什么给普普通的礼物异化卡，然后就是一张这一张的正面斑比啊，没单中，我都没有单中，可以听 CV 了，艾莎好扯，你太扯了吧，艾莎你怎么那么强，都给艾莎代抽就好了，麻蝉某某，谁？给你什么？罗伯拉的。给你确诊龙吗？萌气哟！哇哇，自己抽斑比，自己抽，我要女武神，我看的什么？赞呢、啊！你超欧的耶！最后的五包到底 会出呢？没有。确诊龙哎，跟我说的一样。你真的很会确诊哦！什么很会确诊？这是什么样的特别技能吗？点我！来来来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快的！你说？那我觉得应该是昨天啊，昨天也有显灵。昨天我们不是砍了多少尸体吗？我们昨天总共砍了23位的尸体。预知详情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赛马娘手抽，我直接把观众献祭了23个账号。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哎、欸，因为是我按的。真的、啊，慢慢来，慢慢来，艾莎。你觉得会在第几包啊？艾莎亮亮的给你看。不要不能的、啊。不要推定，你们按下喜欢，按下订阅就可以再加入更多的邪教。
可以抽到更多的红卡。Hello， Hello， 疯子 ，Hello， 小弟，大家都不开心了。哇，罗弗拉德，你看，还闪的，吃原石一边被送。哦，我今天抽到了，哇，好帅哦！还帅吗？運命で遊ぼうじゃないか。啊！どうした？あんた逆さだぜ。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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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订回来了。男的，男的，男的，不是妹子，不是妹子啊！罗摩拉德，还偷藏了一张救赎的圣女，真的？是真的，两个主战者哎、欸。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不要乱，不要乱讲，这不是主战者，这不是主战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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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麒麟来参观薯条魔王城。哇，这是什么东西？哎，这是我的问题吗？为什么我已经抽一只红，还有五张？这大家你们要怪艾莎、啊，叫艾莎停手啊！叫艾莎不要再抽了。你是哪一张红卡没有？你全部都有了吧？叫艾莎不要再抽了。我是来看 boss 的，大家可以回家了。晚安，晚安 ，WD。不要走，凯流，我快退回了派员。啊！要爆死，要爆死，各位要爆死，还业障了，还业障了，还业障了，一张了，一张了，开始还了，开始还了，现在要推进到站决决战，不是不行，这很危险的，嗯，我发现法路特也算加加，法路特本身会加加，哎，三零四号开放代抽。这游戏我们只要抽过，抽到没有红卡，我们就不抽了。真的，三 K 是拿手变成佛心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三 K。这游戏应该不是这样玩的吧？我第一次抽成这样哎、欸。没了吧？哦、oh。停了啦，可以了啦。好啦，可以啦，不要来了啦，够了啦，没了，我们解脱了，耶！Yeah! 累死我。这最后到底是抽了一百？我刚刚有改到数字吗？上一轮又改到数字了。感谢感谢您的 Super Chat， 哇，要怎么称呼？感谢您的 Super Chat， 谢谢你。我一定可以把欧气分给你了，谢谢你，你们超棒，聊天室的各位，你们都会可以带回所有的红卡的。我第一次看到没有红卡还这么开心的叔叔，请把后台的外挂程式给关掉，叔叔看来可以更认真跑马了吗？结束了，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开卡包时间，到底抽了多少张东西呢？两张，三张梅丹佐，两张蕾妮，两张的凯尔贝罗斯。两张的斑比，一张的玛利亚，三张的贞德，一张的神器明洞，一张的辉耀女武神，一张的奥雷利亚，一张的法鲁特，一张奥奇斯，一张的七人巫师，七人术师，一张的救急巴哈姆特，两张的使命受魂者，三张的怨恶统治者，两张的无尽焰龙。你有好多职业可以玩呢，三张的都可以玩啦。哇，我其实已经蹲了大概两三个版本了吧，对吧、啊？天井才有主战者还想进来取暖，结果给我看这些东西哭啊！你们这个都是梦到了，你把它当作浮云好不好？这其实之后我都还是会把它做满。你看到它，我都有，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好不好？当成浮云，当成浮云。